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Mr. John Lee, to enter with fellow honourable guests and school officials for the opening of tonight's dinner. At the same time, may we all please be upstanding and sing the college song. Once again, may we invite the Chief Executive to come upon the stage and give us an opening keynote.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be seated. Round of applause for the Chief Executive. Chen Aoming, 大主教, 鄭卓新主席, 黃天生, 校監, 袁迪恩校長, 趙子森主席, 黎德堅主席, 各位嘉賓, 各位老師, 各位家長, 各位校友,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非常高興 出席聖保羅書院 170周年的校慶晚宴。 首先我祝聖保羅書院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聖保羅書院屹立在香港超過一個半世紀， 一向以德為本， 以培育青年全人發展為任， 作用英才。 170年以來， 書院秉持辦學宗旨， 默默耕耘， 不但注重學術知識的傳授， 亦都全力去培育學生的創意思維 和團隊合作能力， 讓學生在不同領域發展才華和潛能。 聖保羅書院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社會棟樑， 為國家、為香港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成績有目共睹。 辦學團體、校長和教職員 為教育下一代全力以赴， 無私奉獻， 我肯定你們的貢獻。 青年是香港的未來， 特區政府很重視教育， 對年輕一代抱有深切的期望。 習近平主席最近在寫給香港學生的回信裏面， 就特別勉勵同學要深入了解祖國的歷史文化和現實國情， 厚植家國情懷， 為建設美好香港， 實現民族復興積極貢獻力量。 特區政府將繼續與聖保羅書院以及各位教育界的朋友攜手協助青年發展，孕育青年的未來。我知道今次校慶的口號是"宏圖樹人百七載，樹峰分木萬千秋"， 由1967年的校友創作， 象徵著書院一直以來春風化雨。至今我們在今晚的晚宴就以
年轻校友创作的 Brothers Here We Stand Together 作为口号。我都是读男校出身的，而且在我参选特首的时候的口号都强调 Together， 即是同为香港开新篇的同志，所以我对这句口号很有亲切感。相信大家都同我一样，感谢母校培育我哋，以及同学之间嘅友情，一世嘅兄弟情。大家长大咗啦，仍然会记得喺读书嘅时代，同学兄弟们一齐代表自己班或者学校赢咗某一场波，又或者赢咗某一场辩论比赛。这一份纯真快乐的同学情、兄弟情，那一份回忆都陪伴我们一世，千载不变。这些不变令我想起《千载不变》这首歌的歌词，原来世界怎么变，友好的心不损，潮流混乱也不乱，大家始终眷恋。原来你我不相见，传来问候更远，心中至真至诚，绵绵千载，此心不变。今晚的170周年的校庆晚宴很有意义，让大家明白到群策群力的力量，更加让我们香港人体会到团结的力量远远大于一个个人的力量。同样需要团结力量的，就是大家在12月10日举行的区议会选举的投票日投票。全港各区的区议员将会经过大家当日踊跃投票选出来的，我呼吁大家在12月10日投票选出热诚有能力的区议员，为在座每一位你的地区做事，共建美好社区。回到圣保罗书的大家庭，今晚是170周年校庆的重要日子，不同年代的毕业生和师生友好聚首一堂，我相信大家都会趁这个良机重温校园的青葱岁月，在感恩之中漫步向前。最后我祝愿圣保罗书院继往开来，弘扬书院 All for each, each for all 这个优良传统，作用英才，再创高峰。我亦都祝各位同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座各位身心康泰，多谢大家。